位是我呀，你好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星期五，现在我们去姐姐的生日。我叫婉妮，今年我已经19岁了，我来自泰国清迈，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汉语国际教育。那天我去姐姐 party， 是姐姐生日，她请我们去吃好多泰国菜，因为我的姐姐她做泰国菜非常厉害。那天我跟好多朋友一起唱歌，一起玩游戏，真的很开心。为何那尊怪神的怪莫提一来看那尊怪的自然神奇迹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, oh, oh, oh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oh.没想到我已经待在这差不多9个月，我一点想念家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里的社会，这里的朋友都挺好，他们都很开朗乐观，让我好像不孤独的感觉。我也经常跟我的父母聊天，累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能考通过考试吗，他也鼓励我，让我有自信心。